现场，我是芝麻。我们首先要感谢刚才我们带来美丽舞蹈的勤劳的采茶姑娘。哇，那究竟在哪里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呢？这里就是位于贵州省东北部的遵义市凤冈县，这还有一个很浪漫很美妙的名字，叫做茶海之心。没错，今天我们的挑战大现场就是要让大家去挑战茶农的生活和茶叶的知识。在我们挑战大现场系列节目当中，我们为同学们准备了各种各样好玩的现场。我们的现场你在学校看不到，我们的游戏你在家里玩不了，我们的现场挑战的是你的智慧、你的体能，还有你们的团结协作精神。今天究竟是哪些同学能够如此幸运来到这里挑战刚才芝麻所说的茶叶知识呢？我是徐俊豪。我是魏天宇。我是蒋佳瑞。我们是绿之名队。剪刀石头布，绿色之名绽放青春。我叫杨明月。我叫梅君竹。我叫陈思豪。我们是明中运队，我们的口号是明中运队展翅高飞。明中运，绿之灵，充满诗意的名字的外壳下一定有一颗丰富知识的内心。两位同学啊，今天都是有备而来，有要展翅高飞的。你们是要干嘛来着？啊，我们是要来夺冠军的。哦，口号都变了，要来夺冠军的。今天我们的比赛一共分为五轮，哪一队获得了更多轮比赛的胜利就会赢得我们的冠军。听清楚我们的游戏规则了吗？听清楚了。请注意，两队同学，刚才咱们欣赏了一段采茶姑娘带来的优美的采茶舞，这舞可不能白看，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挑战他们的工作。首先进入我们今天游戏的第一轮对抗大竞技。小伙伴一起端茶，一项看似简单的表演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在这轮比赛里，每队队员需要在50米的路上绕障碍物、走石子路，还要爬上楼梯才能将茶送到客人的面前。5分钟内运送茶水最多的队伍获胜。注意，每杯不能少于1/2的水量。像这么高的玻璃杯泡上滚烫的茶水，端茶的姑娘一只手能端好多杯呢。而要保证中途这些茶水不能洒出来可是很难的哟。不仅要求选手们要有很强的臂力和平衡力，还要讲究团队配合才能完成。那么究竟两队谁能获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这轮比赛最轻松最舒服的就是芝麻我了，因为现在我是一名茶客，我要等待给我端茶来的小同学们了。请准备5分钟计时开始。明中运的队内分工是男生倒水，女生跑腿，这是为什么呢？是这位男同学缺乏绅士风度，还是这队的女同学都是女壮士呢？听到倒水这个词，虽然好像很平凡，可是你去一次就会知道，水壶是很重的，而且里面还装满了水，当你提起来的时候就像一座山压在你手上面一样，根本抬都抬不起来。哦，原来是这样。可是女生毕竟力气小，她们能顺利完成任务吗？我觉得这个游戏对于我来说易如反掌，因为我在家里经常给客人端茶倒水，而且我以前是学过跳舞的，我感觉我的平衡力保持得很好，所以我敢肯定，我觉得这次冠军一定会是属于我们队的。原来是小舞蹈家出身，就冲着信心满满的样子，我看好你哦。茶杯竟然倒了，看来狠话不能撂太早啊，古人水满自溢的道理可真是大智慧。你的队友呢？他回去了。他为什么回去了？干嘛呢？不是要给我端茶吗？痛定思痛，明中运队女队员很快发现罪魁祸首就是那碍手碍脚的托盘，干脆放掉托盘上手吧。
刚才你托盘上端了多少杯茶？5杯。托盘不行，还是改拿手抓了。刚刚下过雨，地面非常湿滑，随着一趟趟的运送茶杯，女队员们的体力消耗非常快，速度也明显放慢了。照这样下去，他们还能顺利完成任务吗？时间很紧了，为了速度更快，所以我选择了边倒水边运水的方法，这样提高了我们的运水效率。男生加入，全队出动，这阵势看着可真不小。可是这样一来，就没有专门的人来负责倒水了。虽然这样给了小队员们喘口气的机会，但时间从不喘气，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耽误速度呢？鸣钟运队的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了，队员们明显体力不支，脚步虚浮，这个时候原本不起眼的楼梯也成了他们最大的障碍。上楼梯的时候你得注意那脚上，那楼梯太窄了，所以有时候不小心一不小心就踩空了。而且水也洒得特别多，本来都倒了很多的，可是洒一洒的有些水都只剩半杯了。还有最后40秒。水壶里没水了，直接上瓢吧。时间离结束只剩几十秒，抓紧最后的机会再冲一下吧。5 4 3 2 1，时间到。时间到。经过智能的统计，鸣钟运队在5分钟的时间内运送了37杯茶。那么他们的对手绿智灵队能否超越他们呢？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他们年龄最小，而且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力气也比他们小，所以说我就帮他们抬杯子，让他们来回的来，我端杯子的时候他们可以休息一下。看来绿之灵队非常有团队作战的精神，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良好的战略意识，根据队友自身特点进行了一番排兵布阵。我觉得这个游戏很简单，因为我跑步很快，而且校运会的时候还得过第1名，还有我力气也很大，我觉得在这个游戏中我们一定能取胜。原来绿之灵队的秘密法宝就是这位小刘翔啊，这场比赛对于这位男同学来说一定是易如反掌。小刘翔，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哦。同学，你真把自己当刘翔了吗？黑人也不带你这样跨栏的呀，可一定要注意脚下，保护自己哦。快跑，快点跑，快点。比赛已经快要过去一半了，目前看来绿之灵队的同学们配合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这次第2组占了很大的便宜，一是因为他们第1组先观看了他们是怎样失误的，然后我们就采取了一人倒，然后2个人送，因为这样他们3个人送的时候就没有人去倒水。我们发现绿之灵队的这位女同学把水杯倒得非常满，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位女同学变成了大力水手？因为老虎壶里的水太重了，我抬不起来，所以说我的倒的时候就一下子翻过去了，所以说才倒这么满。看来倒水也是个体力活儿，不过把水倒得这么满，4个水杯加起来的重量可不容小视，以男队友们的力量，究竟能不能 hold 得住这满满4杯水呢？你们还有40秒的时间，还来得及跑一个来回，但是根据成绩，现在你们可能已经超过对手了，现在已经有48杯了，你们要不要再跑一趟？要不要再跑一趟？要要啊，好，加油。
哇，这就是运动，这就是比赛，这就是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精神。在明知已经胜利的情况下，绿之林队仍然选择继续挑战自己的极限，这种超越自我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真是令人振奋，令人感动。那么最后绿之林队究竟将比明中运队多出几杯水呢？时间到，绿之林队，你们赢了。第一轮比拼，荔枝林队1-0领先明中运队。对抗大竞技的比赛结束了，我们最后的比分成绩是48-37，获胜的是绿枝林，恭喜你们！虽然获胜，但是三个人也洗了个澡啊，主要是他们俩。那就是拼了命的，那就是。拼了命的，干嘛你不拼命？我们的比赛总共就5轮，你第一轮都不拼命，还想不想赢冠军了？你们服不服？不服！看出来了，第二轮你们能不能让他们赢你们？能！都撤花了，跳跳。他很诚实的说出了奥林匹克的精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没有关系。哎，第二轮已经看出来了，这边虽然输了，但是气场已经压过了绿之林。那马上我们就要看看两队同学究竟对于茶叶的知识有多少了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比赛，问答大比拼。我们第二关的比赛，问答大比拼里，就是要考察一下两队同学对茶叶的知识了解多少，你们有没有信心？口号喊得响，我们还得看知识究竟棒不棒。现在芝麻就要用一道一道的考题来检验一下你们。我们本轮比赛采取交替回答问题淘汰赛的赛制，每位队员如果你答错了芝麻的提问，对不起，你将被淘汰。哪一队的三位队员都被淘汰了，那么另外一队就会获得比赛胜利。谁想先回答我的问题？我们队都想先回答，肯定先容易错啊！这样，剪刀石头布，一局定胜负。我来，你们俩啊，一二三，你想让谁先回答？我先让我。好吧，你很有风度。请听题：俗语当中“开门七件事”指的是什么？柴米油盐醋酱茶。这几个里边你都吃过吗？没有吃过醋。你没吃过醋啊？那你吃饺子的时候是怎么吃的呢？我吃酱油。你吃酱油啊？他没吃过醋啊。到你了啊。油茶我们应该怎么喝？煮、煎、泡还是蒸？请选择。油茶我们应该怎么喝？油茶，反正我看的一般都是一个大锅里头，咕嘟咕嘟，煮、煎、泡、蒸，请选择。是吃的时候，煮，应该是煮吧。煮着喝是吧？嗯。煮起来之后，哎，再就根油条，哎呀，太好了，油茶配油条嘛。对。正确答案是泡着喝。对不起，你被淘汰了。听题啊，有茶圣之称的是古代的名人杜甫、贾岛、陆羽还是苏轼？请选择。陆羽。谁？陆羽。哦，我听了个陆毅，你吓死我了。回答正确。这道题啊，咱们喝茶的时候啊，有一种叫绿茶，对吧？对。请问下面哪种茶不是绿茶？毛尖、碧螺春还是岩茶？岩茶。毛尖是什么茶呀？毛尖是我们贵州最有名的绿茶。啊，问到你的家乡的问题了是吧？那你逮着了，回答正确啊。请听题：乌龙茶是绿茶还是红茶还是花茶？
新选择。绿场。绿场是吧？回答错。高兴吧？高兴。我们冲泡绿茶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茶具最好？紫砂壶、瓷器、陶器，还是普通的玻璃杯？普通的玻璃杯。不会炸吗？不会，因为我学过茶道，而且我学的茶道就是绿茶。今天为了我们的节目，你专门学过了茶道？没有，我觉得好。你太狠了，你太狠了。我五年级就学过了。现在你几年级？六年级。他学了300多天的茶道，今天我问他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说他能错吗？回答正确。好，起听题啊。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三大无酒精饮料指的是茶叶、咖啡和什么？可可。确定啊？确定。咖啡跟可可不是一回事吗？不是。回答正确。我们一年四季哪个季节采摘的茶叶品质是最好的？一年四季里哪个季节采摘的茶叶品质是最好的？啊，有春夏秋冬，我们一般都是春种对吧，秋收啊，冬天那一般都就农闲了。春天。我刚才说完春种秋收啊，春天你就去摘茶叶啊？因为春天那个应该有谷雨吧。回答正确。好，请听题啊。我们冲泡绿茶水温多少度比较合适？65度、75度、85度还是95度？啊，都是摄氏度啊，请选择。75。75，哎，这样到嘴边一喝还不是很烫是吧？正确答案是再加10度。对不起，你被淘汰了。我们有一部专门拍摄茶马古道的纪录片，请问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是谁？给你3个选项：田壮壮、陈凯歌，还是张艺谋？请选择。这很有名啊，讲文化的。张艺谋。张艺谋是吧？你看，印象丽江是不是？啊，还有印象这那的哈，他专门拍一些文化是吧？但这部片子的导演确确实实是田壮壮。了解茶道，我就问你点儿跟电影有关的事，你被淘汰了。请听题，这题很关键，刚才他没答出来的，我们再问一遍。我们说的茶圣陆羽是哪朝人？汉朝、唐朝、明朝还是宋朝？3、2、1，请作答。明朝反正离咱们最近。汉朝。汉朝是吧？那茶叶有悠久的历史，那茶圣肯定是一个特别特别老的人，他应该是汉朝的。但是陆羽他是一个唐朝人。你们赢了。哇，我第一次看到我们问答大比拼环节获胜之后中头彩的同学，你中奖了，没事吧？没事。以后你把，以后你把发型留成芝麻，这样会有更大的缓冲力。好的，经过了问答大比拼环节，获胜的就是我们的明知运贵。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轮的比拼了。下一轮除了考察同学们的脑力，还要考察同学们的体力，最重要的是考察你们的默契程度，那就是我们的默契大对决。第二轮比拼，李志玲队1-1战平明中运队。默契大对决，这轮我们要比的就是你们每一队队员的默契程度。请看这壶，你们知道叫什么名字吗？长嘴壶。长嘴壶，说白了就是像啄木鸟一样的壶。用这种壶倒茶咱们见过没有？没有。有人见过，有人没有见过，没有关系。首先我让同学们见识一下这长嘴壶在真正会使用的人的手里可以发挥多大的威力，展现什么样的艺术魅力。
长嘴壶是我国一种独特的茶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长嘴壶茶艺表演很受大家的喜欢，小朋友们在茶馆里可以看到这类的表演。滚烫的铜壶顶在头顶，细流从上而下，一个童子拜佛，生怕茶水溅到客人身上呢。接着铜壶被甩到背后，细长的壶嘴贴着后肩，连人带壶一起前倾，只看到细流越背而出，进入茶碗、茶满，再看桌面却干净利落，并无一滴洒落，此为负荆请罪。这么精湛的表演，不禁令人拍手叫好呢。茶艺师傅的表演很是熟练流畅，接下来就轮到同学们一展身手了。每队提供一个长嘴壶，其中两位队员要蒙上眼睛，在另一队队员的指挥下用长嘴壶倒茶，在规定时间内倒入杯中的茶水最多的队伍获胜。三二一，开始。这里是壶，壶嘴在这，先拿好。你不能用手把着，手松开。这水壶，对，这里退退，往后退。我们之所以选陈思航来做指挥，是因为陈思航平常与他做事啊，我们之间的那个默契程度很不错。左移，右移，右移，你们的右边。原来民中运队考虑的是默契问题，究竟他们之间的配合是不是像自己所说的那样默契呢？我觉得这个游戏真考验的真是默契，如果没有默契，是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游戏的。到。不行，还要后面一点，还要后面一点，高一，还要后面一点，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还要抬起来，不行。看来你们的默契度还相当有待加强啊！瞧把这位男队员急的，都恨不得冲上去自己倒茶了。退后倒，退后再倒。我在指挥的时候，虽然说的全是中国话。但是他们都好像没有听懂似的。难道需要给你配个翻译官？情绪激动的男队员似乎没有意识到，被蒙上双眼的两位队友对于方位的判断可是全部来自于他的描述，而他的描述又太过简单粗略，两位队友很难做出正确的回应。这位男队员这么干着急下去可是没有用的呀。好，可以了。这个说话太笼统了，把握好一点，什么叫好，有标准没有？如果是我指挥的话，我就会给站在他们的那个角度上面给他们说，到底是往左还是右，是上前一步还是上退后一步，水壶应该朝哪个方向。你现在是两个人，你现在控制的是两个人啊，两个人。壶嘴下来一点，壶嘴。这要把人确定好啊，谁上来点谁下去点，他们根本不知道谁是壶嘴。得到指点的男队员似乎开始理解了两位队友的不容易，在指挥中增加了更为详细的指令，但他从头到尾的焦躁情绪也影响了队友。蒙眼倒茶是一门细致的手艺，越是着急就越控制不好茶壶的角度和方向。眼看着时间就要到了，民众运队你们自求多福吧。放着，水没有了呀。现在不是水没有了，是时间快没有了。哎，你这个，改一个人了。后移一点，后移，再后移，还要后移，还要后移。好，到，到，不对，还要左移一点，左移，左一会。转角度，转角度很重要啊。好，到。十，九，八，七，后移，六，五。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以为我们还倒了两三杯了。结果当我们把眼罩遮下来的时候，却还不到半杯，这的确好不好？那不好，他就说后移后移，我们都不知道往哪儿移，你们都不知道哪儿移，他的那个腰子倒不进去。你们这个成绩啊，不到半杯啊，半杯。绿之灵，做好准备了吗？好了。三分钟计时开始。脚往后退，谁脚往后退？有一个已经要坐下了。绿之灵队派出女队员进行指挥，不知道这个看起来脾气非常好的女生
会在接下来又有怎样的表现呢？他们俩已经不动了。下下，我觉得主要是让他们把长嘴，就是嘴壶那里必须得控制好。如果嘴壶那里没控制好的话，就倒不到杯子里面去。栗之林队认为控制好壶嘴才是胜利的关键，那么他们这样的战术在接下来会不会生效呢？向下，下再向左移，左移，到你身上了，到你身上了，左移，点，好，别动，我们再右一点，就等于我们的眼睛长在他身上。他叫我们王者就必须王者，只不过他好像在逗我们一样，一二王右，一二王左，再右移，往下下下右移，向左移一点一点，向左移，好，别动。在女队员的耐心指导下，水总算是进了杯子。接下去就是要考验两位男队员体力和耐力的时刻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整，又抬着这么沉的茶壶，要保持静止的姿势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哦。别动，别下，你扛得住吗？就在这个时候，芝麻还唯恐天下不乱地跑去干扰两位男队员。两位男同学，你们可要坚持住，千万不要向敌人投降啊。好，别动，千万别动，还有10秒钟啊。九，好，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默契大对决，长嘴壶倒水，究竟哪一队获得的水量更高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中运队的，这是绿之林队的。本轮获胜的是绿之林，恭喜你们！第三轮比拼，绿之林队2-1再次领先明中运队。小伙伴一起唱，大家在练唱。智勇大较量第四轮的比赛，现在咱们看到了三位啊，有叔叔，有哥哥，还有爷爷，他们三位呀都是茶农，他们正在做一件事，是在制作茶叶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节，就是炒茶。炒茶是很有讲究的，一个好的茶农炒出来的茶非常棒，非常厉害。今天我们要比的就是三个，其实啊有两个是假的，只有一个是真的。好，现在从民众运队开始向三位茶农提问。哎，哥哥，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掌吗？可以。你的手上有刺。炒茶上有剪子啊，我手上有剪子。这小豆茶是拿的。我想一下，它是哪个地方？你不提问就慌。又看手又闻味儿，因为我认为做茶的这些人都应该是爱好。那早上今天早上我也去茶山上待一会儿，我在那个做茶的屋子里坐一会儿，我想做茶的味儿，你去闻吧。哎，这个挺简单啊，闻闻味儿。哥哥有点尴尬啊。哎，什么？要干嘛？什么味儿？不味。没味儿。可以想象第一个那个不是真的茶吗？我给你一次机会，你现在就闻闻他们俩。这个叔叔和这个爷爷，你闻一闻。这两位什么味儿？汗臭味。汗臭味。水之林队向这个哥哥提问。请问一下，为什么茶叶炒了它不会糊呢？因为它的温度很低啊。它的温度平均是多少呢？一般在30到40度。好，针对旁边哥哥的这些问题已经问完了，现在我们要针对中间的这位叔叔来提问。我想请问中间这位叔叔，
如果茶叶上面生了虫，该怎么办呢？可不可以打那些农药呢？我会压到你的在你那些大的深深的里面。生物农药是吧？你回答得很专业。第二个问题。那我问一下，那你那茶叶为什么要少开呢？炒茶叶为什么少开呢？让它闷气。不让它闷气是吧？散气。散气。哎，说得很好，就像我们晚上睡觉打呼一样。不能闷着，得把气儿散。你们第二个问题。茶叶一般在多少度才能炒好？可以一般都是这样，一般就会100多度都有。最后针对这位爷爷两个问题。那请问这位爷爷，就是我可以让你尝一下这个茶叶，能让你辨别辨别吗？没有太辨别了。好，辨别。请您品尝这三包茶叶，请问哪一包是毛尖草？对，就是那个叫毛峰草。这包是黑茶，红茶啊。这包是香蕉皮梨。这包是毛青的。来，请回了。觉得这爷爷像真的吗？假的。像假的是吧？我觉得他也像假的。这位爷爷一看就是一个拥有了40年工作经历的茶叶柜台的销售员。哪个抽屉里装的什么茶都知道啊？爷爷，就是请问你可不可以模仿一下做毛尖茶这个动作？哦，就现在您在炒毛尖茶的动作会怎么样？这就是炒毛尖茶，也差不多是吧？哎，差不多。爷爷说差不多。好，第二个问题，要不要放弃？放弃。不要了。要不要放弃？哎，他们放弃了一回，你们要了放弃的那一个。稍微尝一下可以吗？尝一下可以。好，我来。你们要不要尝一下？可以，尝一下。别把唾沫掉到那茶里边去了啊！拿出来尝。这位大师，请问这个茶叶什么味儿？稍微有一点苦。好吃吗？很香，有一股清香。你觉得它炒的好不好？好。你觉得它是不是真的？我觉得应该是吧。刚才说不是。你觉得炒的好不好？不好。那茶叶都是苦的。没有，刚刚还没有炒熟。还没炒熟啊？炒了这么远半天。炒这么晚还没炒熟，时间了。是吧？好的，时间到了，现在你们是已经讨论的差不多了，给你们一个讨论时间，讨论一下这是谁，你们准备选择唱什么？为什么？那个叫战士哈，他走其他两位走的那个方法，我用有一点点近似。你仔细看看，跟他们两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动作？三个人。不一样。不一样是吧？不一样在哪里？如果他要散热的话，他应该知道，一次散热，他应该掏多少茶出来？就这两位掏的量不合适是吧？嗯。他们是掏多了掏少？掏多了。掏多了。啊，贪多嚼不烂。你们认为是爷爷是吗？是。确定。确定。那你们的答案是？中间的叔叔，中间的叔叔，确定？好，现在两位同学，请闭上你们的眼睛。三位茶农，请听清楚了，我数到三，请你们是真正茶农的那一位站起来，然后我会让同学们睁开眼睛，谁获胜，别忘了欢呼。一、二、三，不许睁眼啊！三、二。耶！您是真正的茶农对吧？那我问一下爷爷，您是什么职业？我是在北村里做茶的工人。这位大哥，请问您是什么工作？
我来自大学的。大学生啊，来这儿实习的啊。对对对，叔叔，你扮演的很成功，谢谢你，希望你为我们炒出更多的好茶，好吗？谢谢，我们这轮获胜的就是绿之灵队，再次恭喜你们。第四轮比拼，绿之灵队3-1领先鸣钟印队。现在我们的最后一轮比赛，创意大测试，就是让两位同学用芝麻手上的茶叶来做菜，让我们真真正正的品茶吃茶。我们要在规定的15分钟时间内，根据自己的创意，用茶叶做出两样吃的。哪一队做得更好，就会获得比赛的胜利。谁做得更好，评判标准是什么呢？我不参与场分啊，为你们评分的就是在我们茶叶厂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天天和茶叶打交道，天天在品茶，我想他们才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好，创意大测试，制作茶叶食品，15分钟，计时开始。我们为选手准备了丰富的食材，有腊肉、鲜肉、鸡蛋、黄瓜和萝卜等各种蔬菜，随后当然也少不了本次比赛的主角茶叶。不知道等会儿选手们会用这些原料做出怎样的茶餐呢？比赛开始，先下手为强。看着大家抢食材的动作，似乎都是早有目标，直奔主题。这些大厨们的心中究竟装着什么食谱呢？绿之灵队的同学们很快就进入了比赛状态，分工有序，有条不紊，默契十足。这位男队员居然把茶叶放在热水里焯了一遍，他究竟要做什么样的菜呢？鸣钟印队开始炒菜了，这锅里滋滋作响的正是腊肉。腊肉是贵州的特产之一，腊肉对于贵州人来说，那可是顿顿都少不了的家乡美味。看来鸣钟印队主打的是家乡风味菜，只是不知大厨的手艺如何，可不要糟蹋这块香喷喷的腊肉哦。啊，你们这摆盘摆得很好，这个萝卜就生着吃吗？一会儿不是，这拿来这装饰的装饰品。我有一个优点，就是在炒菜的时候，我感觉我摆盘的那种样子摆的是比较可以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就可以帮他们摆摆盘，也可以帮他们做一些杂事。看来鸣钟印队的野心不小，不仅企图用家乡风味吸引评委，还开始讲究起了摆盘。真正的美食讲究色香味俱全，只是不知道选手精心摆布的这几片胡萝卜在评委心中到底是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呢？呵，大厨就是不一样，炒菜的动静就是大，都吓到了两位女队员，她究竟打算做什么呢？第一道菜终于出锅了。什么？既然是茶叶炒腊肉，这可是个新鲜搭配，究竟是什么味儿呢？绿之灵队的菜也下油锅了，不过这油锅里竟然只有茶叶，难道绿之灵队打算奉上一盘清炒茶叶？一直在一旁观战的芝麻终于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向小选手们大展刀工。原来绿之灵队做的是茶叶炒鸡蛋，葱花炒鸡蛋咱们倒是吃过，但茶叶炒鸡蛋可真是第一次见，这个究竟该是什么味儿呢？此时比赛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这位心急的男队员抢过了队友手中的刀，打算亲自上阵。在比赛之前我非常的紧张，因为在家里从来没有做过菜，只是做过面条那些。辣椒也是贵州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看来和对手一样，绿之灵队也打算牢牢抓住评委们的胃啦。胡萝卜炒肉看起来荤素搭配颇有心得，看这翻炒手法和有趣的指令，莫非这位男同学真的是个经验充足的小厨师？就我在家里面经常一个人做宵夜，冰箱里剩菜剩饭就是做料，我一个人就在那里弄，所以我就对这美食这方面还是比较喜欢的，信心也是比较多。
荔枝林队的第二盘菜也热乎乎的出锅了。此时林中运队正在为最后一道摆盘复杂的凉菜努力着，在这道菜里，林中运队的男同学可谓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啊。但是你不能再装，还有三十秒啊，三十秒，最后三十秒、原来在学校的时候还这么介绍他们做饭，因为以为他是独生子女，可能会比较那些需要别人依赖啊之类的，那陈思航真没想过他会这么厉害，菜都会做。在最后的几秒里，为了节省时间，选手们将新鲜的茶叶盖在了凉菜的最上面。究竟这样一道摆盘讲究的凉菜能不能获得评委们的青睐呢？答案马上揭晓。紧张激烈的打分时刻马上就要到了，在这里我要先提醒一下我们的几位评委老师，请注意，你们是茶厂的工作人员，但是你们没有看到他们做菜的整个过程。中间林中运代表队的萝卜不是每一片都能吃的，茶叶下边的黄瓜没问题，但茶叶有没有问题我不保证。现在我们给每队三十秒的拉票时间，林中运开始。我们这两道菜是以清凉为主，因为大家容易上火，所以说我们就是以腊肉与茶叶为主的，是为了让茶叶去除腊肉的那种肥腻的那种感觉，而我们用黄瓜和茶叶做，是为了让人防止就是有一种降火的感觉。我这两道菜是以鸡蛋和茶叶。萝卜丝加瘦肉再加茶叶，这一盘没有放辣椒，那一盘比较符合我们这里的口味，辣椒很重。评委们，你们已经听到了他们的解释和描述，接下来请你们认真的观察品尝一下这四道菜，然后站在您认为更好的两道菜的作者的后面。好，六位队员请闭眼，评委们请尝菜。几位评委，你的几道菜都尝过了吗？尝过了。好，请您悄悄地站在您认为更好的两道菜的厨师的身后，别让他们感觉到。现在评委们开始选择自己喜欢的厨师了。好，我数到三，请睁眼啊，看看身后谁的评委人数多。一二三，请睁眼。哇，没想到黄瓜腊肉组获得了比赛胜利，恭喜明中院，恭喜你们。第五轮比拼，荔枝林队3-2领先明中运队。五轮比赛都比完了，茶叶听起来应该是爸爸爷爷喝的饮料，但是我想问一下今天同学们，咱们玩的跟茶叶有关的游戏好玩吗？好玩。你们学到跟茶叶有关的知识了吗？学了。下次挑战大现场你们还来不来？来。为什么要来？因为现在我们要发奖了。五轮比赛明中运队赢了两轮，今天他们获得了第二名，一百油龙，来，祝贺你们！好，是比赛就有输赢，是竞争就有冠军。我们今天的冠军就是绿之灵队，恭喜你们！来，给你们证书，恭喜，恭喜你啦！好，同学们还能获得我们的一份精美的奖品，有书包，有服装，当然了，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就是芝麻的科学书，芝麻写的啊，在里面有很多科学怪问题，能够伴随你们快速有知识的继续成长。怎么样，今天的挑战大现场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收获？下次还都想来对吗？我们的挑战大现场就是这样，在特别的现场给你不一样的收获。我们的现场已经为你做好准备，电视机前的你做好准备来挑战了吗？你们也会有意外的收获。今天的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一起走牵你的手，芝麻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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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